但是我发现这些神奇的东西。好了，我过去找我的豚鼠了，那叫荷兰猪。走走走。那个可以洗洗，现在太冷了，不用洗太频了。嗯，这个是个小铲子，再就这些东西。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好，不用，回头自己回头开吧。又回到这个大片烤鱼的地方。简直洗脑啊。大片烤鱼，大片烤鱼。现在准备回家了，成功接到了。那个女主人是真的很细心啊，给我讲了一堆这些是啥东西。啊，这个奥利奥是真的很那什么。啊，打底人。666，这是什么身形颜值啊！我的妈呀，好胖的一头猪啊！哎，给佳佳露的脸，看得见。里面还有只小的，咱看看这只漂亮至极的，看看这只呆呆的猪，可爱的小猪猪，在吃东西。回头等下整一下布局之类的。话说这个毛